想到逛街、逛百货公司，想到的大多都是血拼、走到脚酸等印象。但谁说每次逛百货公司都是一场厮杀呢？新北市的比漾广场以慢活作为整座商场的设计概念， logo 上的蝴蝶结图案代表着为生活装点上真实的幸福。但可别以为慢活会让这里的时尚落后，潮流品牌的进驻让您能在这里装点出满意的模样。在快步调的都市生活当中，提醒大家在闲暇时不妨放慢步调，享受眼前的时光，品味生活的细致与放松。